好，我叫于耀平，今年8周岁，我的爱好是舞蹈、唱歌、游泳和粘土。我是一个善良、大气、爱帮助别人的女孩，欢迎大家来我家做客。我们家有4口人，这是我的爸爸。嗨，我是姚平的爸爸。这是我的妈妈。嗨，我是姚平的妈妈。这是我的小妹妹。我是大姐的小妹妹。这个假期我过得很开心，因为爸爸妈妈和妹妹都在家，上午写作业，下午练舞蹈，晚上我们有个 reading time， 有时候爸爸抱着我和妹妹一起读。小驴转来转去，还在脚那边想象。小驴解不开尾巴，急坏了，忍住痛，使尽全身的力气一挣，准备把尾巴拉断，可是还是没拉断。我每天练功的时候，妹妹都跃跃欲试，也跟着穿舞蹈服，像模像样的模仿，就像我的小跟班一样，我走到哪儿，她跟到哪儿。笑起来真好看，像春天的花一样，把所有的烦恼、所有的忧愁，统统都吹散。笑起来真好看，像夏天的阳光，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，美得像画卷。也给你画漂漂亮亮的啊。好了，睁眼睛吧。你姐姐还有吗？然后姐姐再给你整个眼影。我要抹这个。这个哈。美。小心看，看看吧，这个好不好看呢？太美了。两个宝贝的关系特别的好，尤其是今年过年之后，两个宝贝呀，突然间就长大了。姐姐可以把自己喜欢的所有的珍惜的东西都分享给妹妹。希望呢，在我和爸爸的陪伴下，两个宝贝能有一个快乐幸福的童年时光。我可是多才多艺的，舞蹈只是我喜欢的一项，但是我还特别喜欢泥画，待会儿我给你们展示一下。当当当，作品完成了。都是我自己收拾的，妈妈带我旅行的时候，行李也是我自己收拾的，而且收拾得很好。你们说我是不是很独立呢？一天，妈妈给我看了许多弟弟妹妹的照片，发现他们身上脏脏的，穿得很破。妈妈说，因为他们没有钱再买衣服了。好可怜啊，我把以前我不穿的衣服和学习用品一起装到大口袋里邮寄过去了，以后我再也不随便浪费东西了，我要珍惜现在的生活。开学了，我非常想见到同学们和老师们，我非常想他们。新学期已经开始了，我的计划是3颗都打满分，
还有小和风采团体舞得金奖。我叫张博冠，我今年6岁半了，即将要成为一名小学生了。我的兴趣爱好特别广泛，我喜欢读书、听故事、做运动，更喜欢站在舞台上主持节目。对了，今年少儿春晚就有我主持的身影哦。朋友们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1年，我上电视的样子是不是很帅气呢？我也感觉很自豪呢。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。默默，妈妈，这个字念什么？这个字念愁。莫愁前路无知己。大家好，这是我的妈妈，每天负责辅导我的功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冠冠的妈妈。这是我的爸爸。大家好，我是冠冠的爸爸。我喜欢在书籍中寻找知识的宝藏，那些未知的世界一直在吸引着我的好奇心。小冯冠在读书的时候收获了很多知识，这些知识呢都学以致用的用入到生活当中，就像我给他买这本人体书一样，他看到了肺部变黑的原因，最后告诉我，爸爸不要吸烟了，吸烟你的肺部会变黑的。其实作为爸爸，我也很欣慰他有这样一个读书的好习惯。我能用成语形容家里成员的性格，比如妈妈是美若天仙，爸爸是高大威猛，爷爷是老当益壮，奶奶有4个成语，奶奶早上是和风细雨，中午是暴跳如雷，不晚的时候是呲牙咧嘴，很晚的时候是怒气冲天。我的性格是上蹿下跳。我的房间，这里有我最好的朋友恐龙家族，他的名字叫做霸王龙，他是肉食性恐龙，他生活在白垩纪，他的特点是他的牙齿像香蕉的形状一样。霸王龙是地球上已知的最强肉食性恐龙，他的名字叫做甲龙，它是植食性恐龙，它的特点是身上铺满一层盔甲，像坦克一样。
梯的时候，我看舅妈有一只很可爱的小仓鼠，我告诉爸爸，让爸爸也给我买一只。买回来的时候，我还并不知道怎么养它，但上网查了一下它的饲养方法之后，我就知道它怎么养了。在我的照料之下，它胖了一圈。孩子想养一只小仓鼠，我就很配合地买了一只，希望他呢理解到对生命这种尊重，希望他将来的日子也是处处充满爱，充满阳光。这是我的爷爷。大家好，我是逛逛的爷爷。这是我的奶奶。大家好，我是逛逛的奶奶。爷爷奶奶，咱们玩成语接龙啊。好啊。爷爷你先说。三心二意。一心一意。一事无成，乌龙破浪，浪迹天涯。我不会了。怎么样，难倒你了吧？难倒我了。来，奶奶吃一块西瓜。奶奶没打好，吃西瓜。对，谢谢。爷爷，你也吃一块西瓜。吃个西瓜，谢谢大孙子。你吃一块吧。行。想认识我们欢欢乐乐的一家人吗？请关注青苹果乐园。一祝大家新年好。我给大家拜年了。不管说的好不好。别跑。二祝大家心莫烦。新年愉快，胸怀宽。欢声笑语暖心甜。真舒坦。三祝大家不畏难，工作顺利，扎实干，科学进取，不懒散，朝前看。这就是我们温馨快乐的一家，充满了欢声笑语。我爱我的家。我叫启晨哥，今年六岁了。我的性格十分开朗，我喜欢跳舞、画画和朗诵，我更喜欢交朋友。这是我的妈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做客。这是我的爸爸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晨哥的爸爸。这是我的哥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晨哥的哥哥。我跟哥哥的关系特别好，就像好朋友一样。记得今年寒假，我跟哥哥一起去滑冰，我刚一上冰就摔倒了。哥哥告诉我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题，只要去勇敢地面对，才有所收获。我听了哥哥的话，自己爬起来了，继续跟哥哥滑冰。九任是我们全家的掌上明珠，连我在内所有人都非常的宠爱他。不过九任呢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孩子，作为哥哥这个角度来说呢，九任只要能够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并且把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，我就是非常满意的。同时九任还是一个会非常照顾人的孩子，他时常会帮我打扫一下卧室啊，整理一下衣物，所以当我在学校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想他。妹妹我爱你。
转。你看，后面还有个小北在这儿摆。在家里边呢，因为哥哥比他大得多，对他疼爱有加，有的时候比我和爸爸都疼爱他。我和爸爸呢也一直希望，哥哥和妹妹，在我们这样幸福温馨的家庭里，健康成长，也希望兄妹俩的世界永远是充满爱的，他们的心里呢一直是阳光的，希望他们在我们这样幸福温馨的家庭里，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的长大。我和爸爸呢一直陪伴着他们。我站在铁索桥上，桥身在轻轻地摇晃，头上飘过二郎山的云雾，脚下滚着大渡河的白浪，英雄的红军曾在这里抢渡，高举着红旗，迎着火光，勇士们盼着一根根铁索，冒着密密的弹雨，冲破了敌人的火网。我这幅画的名字叫做《我未来的家》。我长大想有一个梦想，我真的想住这样的高楼，草是绿油油的，天是蓝蓝的，太阳照在大地上特别舒畅，还有小花小树。我画的是不是很棒？我们的九月呢是非常棒的，不但我们家庭的成员都非常喜欢他，他在幼儿园里边还有很多兴趣班里边的老师也都非常喜欢他，因为他特别自立，学东西呢也特别快。今天我们要先学一个古诗，名字叫做《悯农其二》，现在大家一起跟我读一遍啊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刚才我还是觉得有几个人没张嘴。其实那你站起来读一遍吧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老师，我能坐下了吗？可以了。你手背在后面。哎呀，你也背在后面。你背在后面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见吧。这就是我们幸福的家。